要不得走，我看了看都在。他拿的就是拿的茶一样来过，他拿砖来做吗？他有面子是拿那个面子是吗？直接拿水泥来把那些房子给掀了。他那儿，你看嘛，那儿，他那些是那儿打的工嘛，啊，那儿。他打到其他物件，他回去把那儿揍了，他可能不是那个好旋转风格的。那个是幺二八，幺二博士那些人踩都踩得出来。他为了在兜着下来见，他说是那个大条路，就是那个。大概有个五六年时间了嘛，那原来就那个高级部门那个修的嘛。